铁直男化妆大挑战，要考验一下你对于女生化妆方面有多么的了解。面粉是真的面粉是吧？蜜粉就是蜜粉呗。蜂蜜粉吗？对啊。遮瑕刷是干嘛的呢？难度升级，买超将如何应对呢？请给出以下化妆步骤排出正确顺序。先眼后眉呀，还是先眉后眼呀？隔离霜是啥？水乳是干嘛的？你这个题就完全就不可能能正确的了的，反正就能蒙对几个。4月1号中午12点，芒果 TV 精彩上线。